即日起加入尊厨国际 LINE at 好友，限领电器配件购物折抵金10000元。购物折抵金使用办法，请详阅 LINE at 使用说明。大家好，为大家介绍 Best 红酒柜 W1535 W155， 主要分为46高跟70高的部分。那红酒柜的特色为我们双层玻璃内部有充氮气，因为红酒柜最重要的就是恒温嘛。那我们的温度可以从4到18度，那因为充氮气的关系，我们里面的温度是相对非常稳定的。那这两款酒柜除了高度的差异，最大的差异就是这款70公分高的红酒柜有隔温板，那针对不同的酒类，它可以设定一种温度下面会差5度，假设我上面设10度，下面就是15度，根据不同的酒类不同的温度分别的保存。以上是 Best 的红酒柜介绍，谢谢。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